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的观察是八字四十二，冥顽不灵八风的这个八字四十二，基本上是不怕被打哦，但是这个扶持冰冻太多，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哦，所以尽快的结束掉这一只的生命哦，尽快哈、哦。这个我看一下哈、哦。这只你不尽快结束它的生命哦，它会给你弄个整板都是那个腐蚀啊。哦，我多留了一些光珠哦，就是想说一次一举哦，一举歼灭的意思。哦，那不过好像有点困难哦。看到没有？还有两颗留着哦，这时候就会有点小危险哦。当冻结的腐蚀越多的时候，你就要越小心了。第十，非常好。接下来我们的压力就小很多了，一样哦。这一对就是这样，你一定要先把稳定的态势弄出来哦。哦，有稳定的态势，接下来就是过关的态势哦。哦，可以先打一次无所谓。好点，好点，我们来试一下哈、OK，第二关2秒转珠哦，没有什么问题。直接开着魔力召唤哦，这个就是带走的意思了哈、我想要带走它了哈、哦。原来这样比较快了，增加我们通关速度哈、双体共生哈、大声开下去。让他双体一起哈，一起去见阎罗王。哎呀，好家伙，他们帮他复活，吓我一跳！怎么会残血嘞？我不是一起扁的吗？这个就是莫名其妙。好，下一关无主盾。五鼠盾哦，水火木光暗嘛，应该是这个意思吧？是不是？水火木光暗，好，那直接就出手了，是不是？这个我们是做一个绿珠的一个动作了。好的，现在应该是全部都有吧。哦，全部都有。好漂亮的一波带走哈，因为血量只有21万多耶，再来是大于等于6 combo 盾，
这个就是自己手转好一点就可以了哈。啊，这个滑鼠转就没办法，就尽量。哦，再评测一下，200多万的血量哦。好，先消这边啊，失败我们就换边消。六，好。哦，现在就是边打边除技的意思。基本上我们是有大圣才能承受住他的攻击，不然一般的卡牌应该是被打假的啦。OK，我故意让他锤啊。哦，因为它 CD 三呐，所以这个我们叠珠很好叠啊。当然，你有把握直接手转六 combo 也是可以的哈，这个并没有强制说一定要转几 combo 哈。哦，应用回合数来做叠珠哦，哦，这个绿起来就很好绿了。这个的话。就是在这边，好，先做。哦，大概是这样一个玩法。哦，血先补满就是一定是优先要诀哈。大一点，丢康博盾不难做啊，这个到八康博、七康博盾也不是问题啊，好好的绿就好了。好，第六关三重冻结哦，100多万。这次蛮烦的，这一次。那假如被他冻结到就麻烦了，没冻结到就是慢慢打没关系。那下一关我想要爆发的，所以这边我想要保留我的战力这样。
目前来看都 OK。哎呀，动到几颗啦？两颗，动两颗就蛮头痛的。这颗哈，这颗我们要把它处理掉一下。我开毛汤机应该转到哦。太多颗了，所以有些时候要靠一下你们自己的反应哈。哎呦，好刺激啊！这要是一失误，就一堆都结冰了。又是新，转一下吧，漂亮。好，不要在这边跟他，反正都不要跟他迂回了。杂猪怎么那么多啊？这杂猪超多的耶。其实我削的猪并不是我要削的啦，我削的猪大部分都是他叫我削的，我才会去削啊。哦，这只就顺了。是整片把它削掉。还没死吗？再差一点点。该死了吧？漂亮的死亡。哦，动那么多颗实在受不了、啊。哦，这一只，哦，趴树的，一颗水，这是回复它的2%，一个水强10%，最多80%哈、哦。那我们就是一波，哦，把它带走。嗯，这样。天雷战场，木纳，妲己。好，就这样一波送走哈。哦，怕威力不够，没关系，我们龙科一起灌下去哦。一颗。没关系，一样 attack bonus KO 前一关也是可以爆发啦，只是我怕那个符石不够多。好，
以上是个八之四之二之一冥顽不灵的通关示范。好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给你，拜拜。